Hello， 各位观众好，欢迎再次回来阿贝的频道。今天我们要来玩这款叫做《恶灵古堡》。我在录这影片了，现在没有啦，想找你合作一些东西罢了。做什么东西？你要做那种害人的东西是吗？哎，你这样讲什么意思啊？我这样子做，怎样都比你那个坐在家里打 game 的好啊。对，也是。哎，我问你，我是你有点养房，养不养是不是？我买洋房有什么问题哦？至少我可以每天请洋妹妹啊。难道我要像你一样坐在那个 gaming 的椅子上面吗？你作为我的典礼椅子已经很棒很厉害，他们看不起你，你还没有我。